中国朋友对佩兰的这种良好的祝福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变成现实。比赛开始了，比赛开始了。于海假跑，王继敏突然间把球直接往门前吊，直接交给了对方的门将。看这个球，中国队的中锋于海已经出现在了这个包抄点上。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，这是一次传中质量非常高的传球。对，这个球传得好。于海碰到了这个球，在对方的干扰之下，应该是吉祥传的。嗯，这是吴磊，分到边路，机会不错，调整一下，往门前传，后点。哦，好球！中国队这次又是在边路形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，所以只要配合，通过转移就能创造机会。没错，正确。好的，有机会，漂亮，生吃对方，球来，打门。哦，漂亮！中国队还有。漂亮，转身，郝俊敏扣回来，啊，对方伸出一腿把球挡出了边线啊！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的进攻打得很有声势。好的，吴曦漂亮，吴曦进去了，打门进了，哇，这个球太可惜了。再看一下啊，吴曦，这就是吴曦，拿球往前趟，这一下扣，对方已经放铲了。这个球让我想起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，荷兰就有个一个。因为这一下靠对方有手球 啊，而且连贯是非常好的，对，非常好的连贯，而且没有减速，对，啊，危险了，这是我们最后看到的情况，不要犯规，还好，垫球，这就是佩兰，中国队还吃到了黄牌，这我们反而体能下降比对方更快，因为我们上面的消耗了更多，一方面可能。我们心里有一颗大心理，对，我们可能这个跑动的多，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心理扑出来了，漂亮，漂亮，谢谢王大雷，谢谢王大雷，刚刚在后点，对，那个球后点头球，哇，顶上了，真的差一点点啊，顶上了，哇，但是只要到这一侧感觉就危险，好球，哎呀，吴磊的这个头球蹭在了自己的身后，也蹭在了队友。现在是一下换掉两个球员，两个球员。头球不想凌空射门，这个球难度太高了。有机会，有没有机会？于海直接射门了，头球了，好球！所以说天佑中国啊，天佑这支国家队啊，